是荆棘能陪又删去，就算煎饼果子被冒绿，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打套来是浪出个传奇，尝尝出世纪决定天下谁敢离，如今当街一无完人比，虽然下雨就来不许散狂风，也怪一人世界路多崎岖也开心。梦想白马是荆棘，连片又散去，就算煎饼果子配毛驴，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打套来世浪出个传奇，尝尝出世纪决定天下谁敢离，如今当街一呼万人敌，随他下雨就来不许散狂风，也怪一人世界路多崎岖也开心。咱们血魔族有了新的狱主，终于要崛起了。别说什么苍玄族、食尸兽族，就是整个九幽八荒之境，谁敢踏足咱们血魔族之地，狱主大人必会将他们碾成冥土。狱主大人残寒的样子，就像魔图彼岸的鬼灭精一样高贵。狱主大人眉头皱起的弧度，如同明川河畔的幽梦花一样优雅。哼，我说血魔族怎么不复上古荣光了？原来你们只会溜须拍马，都不把心思放在修炼上，真是我待过最差的一届。啊！狱主大人威严中不失亲切，磅礴中不乏柔情。狱主大人的气势如同幽雷万钧。你们倒是对我生气啊！对我生气就是最好的马屁。主人，他们对您的一言一行都无比的崇敬，根本无法对您生气。算了，第一届立即派人暗中寻找他们的踪迹。是。第二届药地不知道被哪位路过的少侠挖空了，你们勤快点，再种一批好的补上。是。很好很好，这第三届我还没想好，你们下去吧。弟弟，多亏了你，咱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其他人了。现在我可是狱主，什么事都交给我好了。哼，交给你真有脸说，若非是孤，你怎么可能成为一族狱主？软饭真香，脸算什么？你，哼，小鬼，你尽管猖狂，今夜朱阳暗淡，六阴齐聚，只要孤在此时参悟碧落碑，便能重聚肉身，亲手宰了你。碧落碑？他又在憋什么坏主意？狱主，咱们都在哪儿放灵宝啊？带我去看看。是。没有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这藏宝阁万年前我还进来过呢。记得碧落碑分明就放在此处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找了半天，这藏宝阁什么稀奇的宝贝都没有。弟弟，别急，也许你要找的东西就在某处不起眼的地方，等着我们发现。凝结了一块板砖。都能让我的吞天魔弓自行运行了。碧落碑。弟弟，你怎么了？好像是那碑在呼唤我。看着图案，似乎这就是当年上古民族与古神大战的场景。是想借着碑祸害我，不能让他看。小鬼，你搞什么？姑姑，
这杯是我先发现的，应该我先看。你要是不答应，那也没有用。姑不叫姑姑，姑还说你不叫姑姑。哼，碧罗杯乃血魔族上古名器，就凭你这小鬼，500年也进不了这杯中秘境。哼。这是碧落碑内的空间，就是这里在呼唤我。呼唤你？怎么可能？历代血魔族天才都会尝试悟碑，据说顶尖强者灌碑3月才能有所感悟，进入此境。你这回分明是侥幸。哦，进来之后呢？进入碧落虚空的天才于此处参悟碑文，快则6-7个时辰，慢则10年8年，方能参悟一种。一种什么？你已经全部参悟了。也没有很难呢。七七，给我翻译翻译。好的，主人。嗯，碧落玉血魔，神经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无知，这些是记录在碧落碑中上古血魔族禁术，多数都已在冥界失传了。这篇魔神经可是陨灭之人重塑肉身。怪不得他对这块碑这么在意，看来是想重塑肉身，要我小命。你又作甚？我悟的碑我做主。煞气笔记，这块碑和我的感应最强。哼，你的见识真是和魔蚁一般短浅，这种无用的小功法姑看一眼都不信。你了不起，清高。那你别挡我呀。姑少时腼腆，却与人谈，故在修魔间隙闲创此功。嘿，原来这冥地是个社恐，此功若成，诸人心中喜怒愁思皆可感知，孤苦练不怠，终于广交知己，暗天明地流。哎，感知喜怒，我要学这个。啊，终于练成了。原来这就是怒气的样子。此时将至，待孤重塑肉身，便杀了你，重登这9幽8荒至尊。姑姑听不见。哎，那就可惜了，这份碧落玉血魔神经我可……你说什么魔神经？你不是想练吗？啊，我参悟的时候顺手帮你印了一份。你有这么好心？你帮我当了狱主，我好心报答你不行吗？似乎确实与我刚才看到的碑文类似，这般深奥的上古功法，谅这小子也造不了假。傻子，居然对要杀你的人这么好。姑从来不欠别人，这魔珠内蕴藏的银皇九斩乃姑平生所悟独门刀法。刀法？可我一个耍剑的练啥刀法？这魔珠上有姑的杀意，邪魔见此如见姑，必不敢进。等入了黄泉，谁也不敢欺负你。你可别怪姑。这么厉害，能驱毒虫吗？啊，你何故污他？不要就还姑。谁说我不要了？哼。